感谢各位坐在荧幕前的观众，你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鼓励。首先还是要做一个照例做一个小小的广告，请大家注意看一下大国武器大官 On Fire， 这个实在是一个冷门的频道，因为军事啊，坦白说关心的人不多。中天开这个频道有很大的勇气，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给予鼓励。接着我们要来谈一下今天的谈的几个话题。第一个话题啊，是跟上个礼拜 CNN 吧，美国的 CNN 有报道一篇，就是说中美的军舰差距啊越来越大。那我就看了一下大概这些的报道。那我看到这些报道的时候，我第一个深刻的感触就是上一次不是这个叫做一个大陆的一艘动武两滴穿越中云号美国的驱逐舰吗？那张我看到那张照片的时候，以及看到它过去的那个高速过去的画面的时候，我有很深刻的感触。那首先我让大家回忆一下这张照片，大家注意看这张照片，如果我们把它尽量的拉近一点，注意看到这里，可能我不晓得你们在镜头前可不可以看得出来，它这个很明显的可以看出来有锈水，锈水在这里，然后再把镜头往后拉，这个舰长在那里可以看到这些锈水，然后再往后拉，然后把那个大陆的动物两滴，再往后让它进去。对对对，你看这艘船过去的时候，它那个船尾尾机浪花之长之大，然后这艘船之新。而如果我是这个舰长的话，我在那里我又很清楚这艘船上面所有的装备几乎都比它先进。他20岁，他2岁，这20岁在美军算年轻的美国的这个老一点的已经有大概30岁40岁了。所以你知道站在那里，我不晓得那个舰长有什么感觉，可是有一次当我刚毕业第二年，我在玉山，那是一个游船，游船是2级舰，我们的舰长是中校，那是55年班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舰长嘛。那有一天我们在这个刚出左营港，我们要运补油到这个澎湖马公那里去运油，到那去的时候，走出去走到一半，正好我们舰长在我旁边，然后我们看到前面有2艘扬子号，非常先进的，然后高速编队从我们的船正前方通过去。那过去的时候，你可以看着它船头那个破浪，是不是水花，哇，就像刚刚的那艘船，你看到没有，后面全是那个白色的浪花，然后2艘这样子走过去。我当时看到，那时候我还在这个游船嘛，看到这个我也想说，哎呦，这么快的过去，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很深的感触你知不知道我们舰长那时候说一句什么话你知道吗？他那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到今天我都记着。他看着那2艘扬子号说，这才是舰长，意思说当那种船的舰长才叫舰长，当这种船实在是速度这么慢，也没有什么战斗力，船上只有几门简单的火炮，一天到晚在运油，就是那个感觉，你就不是一个战舰的舰长。他那时候感觉让我觉得很深刻。同样的，我可以去想象中云号舰长，就是美国驱逐舰舰长，那天看到这个船高速过去的时候，我可以告诉你，因为他一定知道双方的这个能力装备，看那一艘这么新的船这么高速过去，他心里那时候只会有一个感觉，很酸的感觉。你知道美国在这个世界上是何等的耀武扬威啊！有一个笑话，我不知道是笑话还是真的，我也在想可能是真的，就在加拿大那里海域有一次一艘美国军舰这样穿过去，那他很远很远看到一个灯光，因为船在晚上开的时候你只看得到灯光，它是依灯光来评鉴说我们会不会相撞，这个船往哪走。那个加拿大那个美军的舰长过那里的时候，他看到了远远有个灯光，他认为那艘船可能是加拿大的船或是一艘商船，那晚上看不到啊，就是一个不明目标，不明目标抓起一个那个海事频道1016就要不明目标，不明目标，我是美国海军什么什么船，你挡到我航道了，请赶快让开。人家没有理他，也没有让他过了一下子，看不让了，又喊了一下子，不明目标，不明目标，我是谁，我正在往你接近，请你立刻让开。然后对方回答了一个，回答他了，他说对不起，我是灯塔。
它是一个站那不动的灯塔，你就知道就美国是何等的霸气。美国海军何曾几时受到刚刚像那种图像的那种憋气憋啊，所以那种酸啊，这是真正让他感觉，我觉得第一感觉中国海军起来了，我们已经开始追不上他们了。那从这个话题来讲到，就是六月五号的时候 CNN 才十二天三天之前嘛， CNN 报道他说美国海军的舰艇数量哦，目前已经输给中国大陆的海军的舰艇数量已经输了，而且差距越来越大，不可能逆转，只会越差越多越差越多。然后他说了几件事呢，他说第一，大陆海军的现在舰船的军舰的数量全世界第一，他说这是说的第一个，他已经是第一了，遥遥领先在前面，数量不含吨位，美国现在只有一个吨位还赢中国海军，因为他有十艘这个驱逐舰，所以吨位加起来就是100万吨嘛。那第二个呢，他说美国现在啊，每造一艘船，每造一艘军舰，大陆同时间可以造三艘，这个不单代表他的财力，也代表他的能力，造船厂的造船的能力。我有一次看到一个报纸上报道一篇一个空造，不晓得是美国造的还是谁，他造下去的时候，那个造船厂啊，同时之间再造四艘动武两滴，就是刚刚那个苏州号高速穿越过去的那一艘，很新颖，战斗力很强，7500吨的这个非常新颖的战舰，同时在造四艘，所以你说，他说1:3的这种造舰数量比哦，我觉得还客气了，可能还更多，只不过这个 CNN 讲的时候，可能还稍微留下了一点这个口笔。然后他们做了一个什么建议呢？他就访问一些专家了，这专家做了什么建议呢？他说，第一个呢，向日本或是韩国去买军舰，为什么日本、韩国的军舰也，就算他造的不行吧，你美国海军把你的装备给他嘛，让他去造，你给他钱嘛，他们也有能力这样造，造这些驱逐舰啊、巡洋舰也好，当然不需要造这个航母，就是这些战斗舰，能不能够向美国或是日本去买，这是他的这个专家的建议。我听到这个建议哦，就想到一件事，我就知道这个专家根本完全不懂美国的国情。接下来我要讲一件事，非常有趣的一个过去的一件事情。那我刚开始在这个网络上看到视频，是一个大陆的一个 YouTuber 网红吧，他做的一段视频，他讲到这段往事。我当时看完我根本不信，我觉得有这么离谱吗？那我想是不是这个大陆的网红故意在丑化美国，你知不知道？那我就稍微这个看完以后，我再去上网查资料，结果我发觉他说的全都是真的，我才发觉，哇，我的妈呀，这个世界上居然有这种事情。那接下来我把这个事情比较详细的、如实的跟大家报告一下，什么事情呢？前一阵子大陆是不是造了一个 C919 客机？那个客机不是大型的哦，大型的可能超过400个座位，那个大概是中型的，150个座位。那这种中型的可能是反而是最需要的，全世界需要数量最多的。那我们的感觉就是，这个世界上终于有一个这个大陆的中国航空公司，可能已经涉入了空巴跟波音的这两个之间，因为以前只有空巴跟波音，你知道吧？我们的感觉，我的感觉是这样哦，总算中国有个第三个他们的竞争对手出来了。嘿，我看那天视频，我才发觉其实早就有一个另外一家出来了。那这家是谁呢？是加拿大的一个公司，当然这家公司叫做庞巴迪，庞巴迪是一个加拿大的。那他到底在做什么东西呢？这家公司哦，基本上跟航太业务有关，然后跟运输也很有关系，好比说这个铁路系统，这个高速列车、轻轨这些他都会做。然后还有一个呢，他会做那个飞机，他也有一点航太的业务。他会做什么样的飞机呢？小型的、豪华的。他做了一款这个小型豪华飞机啊，叫做 Global， 全世界卖得很好。但是问题是，那都是少数人在买的，
谁买得起私人飞机啊？你看在台湾，我看大概就是只有郭台铭啊。你想想看，养一个飞机多贵，除了买飞机的钱，你要有个位置让它停，你还有这个驾驶，专门的驾驶可能还不止一两个的，还有空中小姐什么，那很贵。所以虽然它的这个小型飞机非常好，但是数量不会很多，这个利润不高，所以它在这个行业里面做了一段时间了。那好比说也有一种小型飞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坐小飞机从台东到绿岛，哦，那个就是两排而已，总共大概24个人、25个人那架飞机，他们也做这种，总之都是小型的。你做小型的没有抢到波音或是空巴的市场，大家都就是对你不会有任何的这个打压或干嘛的。那后来呢，庞巴迪就觉得其实我有能力做大客机啊，大客机的数量才会很多，几百架几百架的这样子去卖，大概可以赚很多的钱。那他们自己讨论下来觉得，哎，我们也有能力，所以呢他们在2004年呢就投入了，要研究的就是中型的，他还没有做大型的，中型的类似大陆的 C919 这个飞机，他2004年就投入了，然后2016年就是12年以后研发成功了，而且上市了。这一型飞机呢它叫做 Charlie ABC 的 CCC 系列，因为它有的不是说只有客机，它可能有货机啊什么什么改装一下什么东西，有多少个，就它那是一个系列机盒都是这样子，那里面可能头等舱啊什么的安排座位啊什么有一些差异，那座位可以从可能130几到160几个这样子去调整，它就立刻上市了，而且评价也非常好，而且他们在小型客机的评价本来就很好，飞行的安全历史也非常好，所以它一上市呢，美国有一个航空公司叫达美，立刻跟他订了这个中型客机125架，立刻订了125架，美国跟加拿大买的，因为加拿大也是美国的兄弟之邦嘛。那看到这我都觉得都还算正常。那他们当然他卖了这么多家，他一定非常高兴啊，然后立刻去开始大肆准备啊，料配件材料啊，要准备去造这125架、啊、那我相信他，人家为什么达美向他买，他一定比波音卖的便宜，否则为什么不买波音的要买他的，所以他一定比较便宜。然后交易的过程中间，他去准备料配件的过程中间，波音都不动声色，你完全觉得哎呦，波音意外的安静，居然没有做任何的事情。然后等到他准备了一年，可能都开始第一架已经开始在建造了，隔了一年之后还没有交机之前，波音向美国商务部提出了一个叫做反倾销税的控告，说庞巴迪是低价销售，那他一定有一个完整的一个研究报告，就是好比说我的这个飞机，像这型飞机我们是怎么样的，我们人工多少，材料多少，我这个好比说我这个最后的价格可能要卖到1亿5千万我才够本，那他居然只卖1亿2千万，所以这东西为什么他能卖这么便宜，因为他人工便宜啊，他怎么样包销童工啊什么的，他反正随他去讲，他就像这个美国商务部说要课征庞巴迪反倾销税，那波音说要征多少你知道吗，说要征这个税哦 80%， 意思也就是说如果他这架飞机卖给达美1亿美元一架，美国政府要抽8000万美金的税，这是波音报到美国商务部的，说要求这个样子。你想想看，你听到这，如果你是庞巴迪的这个公司的总裁，你是不是气死了？80啊，我缴80，我还要做什么东西啊？那不就结束了吗？那我再接着下来讲的这个东西，你看看你信不信哦？结果美国商务部做出了裁决，你猜要抽他多少税？庞巴迪，你知不知道要抽多少？你知道吗？300%。波音要求80%，商务部讲你太小儿科吧，我们美国人这么好欺负啊，增300%，那可能卖吗？那不可能的嘛。那庞巴迪当然就是，那我卖你一个，卖你1亿，那我要缴3亿的税，这是什么生意？
所以他就把这个东西取消了，那那就不能卖啊，那这个合约就结束了。结束了以后，庞巴迪，你想想，你是这个公司，你知道你已经投入$200亿去研发这架飞机，你气都气死了。然后怎么办？他第一个去找中国，中国航空那时候在研究 C919 啊，也在就是我们合作，我们的技术交换，然后我们来一同生产，来一起卖。可是这个东西报上去，加拿大政府绝对不可以，不可能，你不要去试了，没有任何可能我们跟中国合作做这个中型的这个巴士。那结果没办法，是啊，怎么办？我绝不跟波音合作，因为波音也想收购他，你知道吗？结果他跑到跟欧洲跟空巴谈，啊，加拿大政府说，啊，空巴可以，你去跟他谈，看他愿不愿意收购你。结果他就跟他去谈了，结果空巴收购了庞巴迪，不是整个公司哦，他把那个就是造客机的这一个部门给他切开来，就是这一个部门，这个厂，这些员工统统给他切开，就是这些人算一个子公司吧，我们来谈这个子公司的股权。空巴买了他51%的股权，就是庞巴迪只有原来的49%，51%哦。那你想想，它是一个生产线，有一个工厂在那里，然后他为了这个东西投资了$200亿，然后卖51，再接下来这个数字，哇，这是我最不相信的一件事。你猜空巴花了多少钱买这51%的股权？$1，1块，折合现在台币30块。我现在掏出来口袋，大概可以买10倍的这个，20倍的，几百倍了，1块钱。你说可能吗？我就想了一下，哎呦，真可能。我现在跟你讲啊，我是空巴的这个老板来，我跟你谈。我说，第一，我要主控，那主控一定是51%。好，51，那我问你，你希望我给你多少钱？我要告诉你啊，我要是1毛都不给你，你说我不要，那么1块钱我不卖。你这整个厂所有你的进料通通丢到垃圾桶，因为全世界你卖不了一架。结果庞巴迪一点办法也没有，就$1，51%的股份卖给了空巴了，空巴的人就接手了，因为51%就完全是我操控。空巴接手了之后，把这个系列叫原来是 C 嘛 ABC C 系列，因为空巴的所有飞机都是 A 开头， Airbus A 的开头，他给他改成 A220 系列。那他什么时候去接手的呢？2018年，就是2017年被罚反倾销税嘛，2018搞了一年谈成了给他卖，然后空巴就拥有销售的这个权，然后也可以卖。那为什么允许空巴呢？因为这个市场是空巴跟波音合伙建立的，我们各持一半，这是我们两个都能够认可的啊，这样子。然后在2018到2022年呢，空巴卖出了300架的 A220，然后预估未来20年它可以卖3000架，就是一样的飞机，我给它重新命名 A220，这是空中巴士在卖，你就知道庞巴迪实际上它造的是一架非常好的中型客机。然后2020年的时候呢，空巴进一步提出来说，你也不要在这搅和了，我们不可能容许你，我真的想私底下这样讲了。他把他剩下的49%的股份全买了，给了他$6亿，就是6亿买断。那现在这个东西已经跟庞巴迪完全没关了，但是他的厂在那里，他的员工有事做，最起码他所有的付出没有付出动流血。如果他不愿意卖，全部给他丢到了这桶去，这就是一个我看到几乎觉得不可相信的一个事情。你就知道，各位，加拿大是谁啊？加拿大是五眼联盟之一啊，加拿大所有的人都是当初从英国殖民过来的，当时加拿大跟美国都是英国的殖民地，是在一个英国殖民地之下，那是一个国家，知道吧？后来因为美国的这个州独立了以后，英国还在加拿大哦，控制加拿大哦，他到1930几年才容许他独立的，还是1951年才容许他独立的，就一直还是
这个英国底下的一个，然后你有没有发现美国跟英国的那个交界线，你有没有发现是一根直线，所有看到的两个国家的交界线，国家交界线应该就是一个按照山川地势这样去排，一个大河啊，一个山啊，你爬不过去啊，在冷兵器时代你克服不了的那个地形山川地势的这个控制，所以国界几乎都是按着那个山川地势走。假如你看到的一个两个国界是一个一线划过去的，只有一个原因，那是殖民地。殖民地最后大家想到啊，因为那时候加拿大的、美国的，不是，对不起，加拿大还有英国驻军，还没事跟美国在打，就是为了这个地界到底谁在哪。最后好了好了，不打了，拿个尺在图上，哈，画一根线，哪里还有很多这种画直线？你去看非洲，就是这种被殖民的地方，最后打，哎呀，不要吵了，一根线就给它画过去了。这就是当初加拿大跟美国是一个兄弟之邦啊，多好。可是他这个公司威胁到了美国，你有没有发现美国一样杀无赦，而且给你一点喘息的机会都不留。你看那个多坏，逼着他必须要把他跟这个卖掉。我就觉得当时的加拿大人不会愤怒死吗？对不对？美国在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你不要威胁到他，你威胁到他，管你是谁六亲不认啊，他就把你给你彻底打下去。那他现在为什么这个跟中国这么竞争的激烈？只因为中国威胁到他了。他为什么要打压华为？只因为华为威胁到他，所以威胁到他就是抢他手上的那一块饼。未来这块饼好大，对不对？六 G、五 G 市场多大？你来抢我的市场，你试试看。管，其实不是因为是中国，而是因为他威胁到了美国的未来的市场，所以非杀不可，一定要杀到底。对庞巴迪这个公司是这个样子，你能期望他对中国能够怎么样子心慈手软放过你一马吗？不太可能的。那我相信如果知道这段事之后，就是看最近美国对中国采取各种那种，我不知道该说这个什么手段，那种下山那种的手段，就突然觉得哎呦好受了一点了。为什么呢？其实他不是针对中国，他是针对你威胁到他。那如果你关心这个问题，你应该就会想到说，那未来中美的竞争到底会谁赢呢？我最近也是看到一篇文章，他上面的分析，他那个分析是从一本书来的。他说有一个经济学家说，这个中美的竞争啊，就所有的未来大国竞争大概都是这样的。好，你就看，就看他的 GDP 经济，因为永远不要去看军事。你看中美竞争，你不要啊，焦点放在那个军事，军事不是重点，经济。因为为什么富国一定强兵？如果我现在很有钱了，我不去做成一个强兵，做一个军事上的强国，我跟你讲，美国随便说你一个什么东西，罚你个钱，几十亿、几百亿，你就要付。我把你在美国的钱扣掉。你知道最近小米在中国大陆，小米在印度被罚了钱了，罚了1亿多美金吧，相当于50几亿的台币，相当于小米年度营收的20%，被印度政府这个罚了，说他违反什么法？那这个违反什么法？或许他真的违反了，我不知道。但是你要知道，当一个国家机器要来整一个私人公司的时候啊，轻而易举。抓孟晚舟不就是抓了吗？谁帮他抓的？加拿大帮忙抓的。加拿大都忘了当初美国人怎么样对你的这个庞巴迪吗？所以，请注意关心 GDP。那我这里收集了一下最近的这个 GDP 的资料，大家请看一下。我从2016年开始，这是中国占美国 GDP 60%，然后慢慢增加63、67、67、69、76，突然在2022年又掉了3%。为什么2022年掉了？你知道吗？因为2020年在封锁防疫期间，对不对？疫情扩散，所以整个被封锁，它就掉下来了。它从什么时候开始全面打的呢？从2017年开始，2017年是川普1月上任。全面开战是2018年，
美国用尽了一切方法，请注意看哦，一路上来，意思说该用的手段都已经几乎用光了，那还有什么东西没有用啊？你每天翻开报纸，就是又制裁了个50家，又制裁了个8家，又制裁了个7家，各种理由啊。最近通用的理由就是影响美国的国安，那就制裁。可是它一直在高，如果这个东西美国的这些封锁经济有效，这个东西 GDP 的差异会越来越大，就好比说可能掉了从60几掉到50几掉到40几，哎，那就是有效，反之一直上来的话那就是没效。2022唯一一个掉下去的原因是因为中国实施绝对的风控，一哪里有就是清零。然后呢到了11月多的时候，不是就发生了白纸运动吗？然后12月的时候就解除了，好，那既然这样子大家都说这个封得太厉害，我们就开放吧，就开放了。所以今年所有的财经专家都预估中国大陆的经济会好转。那现在已经到6月了嘛，第一季的季报出来了，中国大陆大概是 4.5 还是 5.4， 大概是4到5之间啊， 4.5 吧，这是中国大陆 GDP 跟去年同期增加了 4.5%， 美国呢增加了 1.2%， 那后来又有说修正是 1.3 或 1.4， 但不管怎么样都一点几比上 4.5， 你就知道今年中国大陆 GDP 没有掉，而且还会更接近往上拉。那我也看到一些数字说预估今年它会到达 77%， 就是美国的 77%， 那以前最高的时候是76，那意思说它会超过2021年的最高的那个76，会到达77，最后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如果你关心中美休息型的陷阱到底最后谁赢的话，注意看它的 GDP， 那是一个关卡，那是一个重点。中美真的是经济的霸权，不是军事，不是比赛谁会打架，是谁口袋比较深，谁比较有钱，好吧？这是今天的第一个话题。那接下来请进16秒的广告，请大家稍待一下，不要走太远，请进广告。中天军事频道，大国武器大官 on fire， 聚集战略专家、军事将领，专业评论，洞悉全球最新军武动态。请订阅频道，记得开启小铃铛，不要错过芯片上架和即时直播。接下来谈的第二个话题啊，是科索沃战争。科索沃战争啊，虽然现在没有正式打起来，但是大概在10天前吧，这科索沃跟塞尔维亚又发生了冲突，因为人民示威，政府军镇压，结果死了大概一些人，然后受伤很多，也抓了一些人，然后北约立刻增加他的那里的兵力，然后塞尔维亚也增加他的兵力，因为北约基本上是支持科索沃的，支持他独立。那塞尔维亚认为科索沃是他的自治区，他不是独立的，是我的国家底面的一个这个版图，所以又好像要打起来了。我就去研究了一下科索沃跟塞尔维亚的关系，那我才发觉哦，好多事情真的是哦，可能你去仔细了解了之后，你就发觉哇，跟我们一般想象的真的是不太一样。然后你也就发现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有时候真的是哦，很难判断。那我感触很深，那我也先讲，我不见得是对的，但是我提醒大家，我今天接下来讲这个话题呢，你好好的仔细的去研究一下，想一想，睡觉的时候想一想，到底谁对谁错，这个世界到底应该怎么走。首先我来介绍科索沃跟塞尔维亚在的那个地方，叫做巴尔干半岛，在这里，大家注意看，这是巴尔干半岛，这是意大利，它这个位置呢，贴着这里一个海，所以这是海洋气候。那你看，如果你往右边看，这个土耳其这中间啊，黄黄的，那就是很干旱。它这里呢，不会，它的纬度跟意大利是差不多的，是不是平的？那意大利你可以想想，意大利的物产丰饶啊，橄榄油、
什么番茄，什么什么海鲜，这些都是贴着海的啊。所以这里个地的地点不错啊，不会太冷，也不会靠南太热，然后靠海嘛，靠海就是土壤可能是很肥沃，对不对？这个又有海洋的气节的调节，所以巴尔干半岛，如果你按照它所在的那个地理位置来看的话，它应该是一个富足的国家。我说富足倒不是说它很有钱怎么样，就最起码人民呐、啊、可以过得衣食足，绝对不会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吃得饱，对不对？也不会有太艰苦的日子去做。那巴尔干半岛，你刚刚看到那块面积啊，那块面积大概是15个台湾这么大，它人口呢有5700万。如果拿台湾来比哦，就是在台湾这样大的土地上，它的人口大概只有300万多，不到400万，好比说370万好了，我随便这样讲。你想想台湾这么大的土地上面只有370万，而且我们70%是山地，一个中央山脉几乎占光了，巴尔干半岛也有一个山地，但是大部分地方还算是平的。你看刚刚那个地都是绿的，所以它应该它的生存条件，农业啊、渔业啊，应该都比台湾要好，它可以过得不错的。但是呢，在这个小小的这块土地上面，就好有8个主要的民族啊，他们民族也很复杂，但是那是比较强大一点的，主要的人数稍微多一点，多一点也许可以1000万出头，少一点大概100万200万，大概就是这样子分布在那里。那宗教也很多元，所以你就知道它是一个文化非常丰富的地方。那二战结束的时候呢，巴尔干半岛成立了，共同成立了一个国家叫做南斯拉夫。所以刚刚你看到的那块图，在二战结束的时候通通是南斯拉夫，属于一个国家。那南斯拉夫成立，他也知道有很多的这个不同的民族啊住在各区啊，他也知道就是说好像如果统一的政府可能有一点问题，他就成立了一个联邦人民共和国。你看联邦人民共和国就是他有点像是邦联制，大家都算有点独立的那个味道。然后呢人民共和国你就知道他可能跟苏俄共产制度走得比较近一点，那他就可能是美国的北约的眼中钉，大概是这个样子。然后二战接下来不是就有这个什么冷战期间有一个华沙组织，有北约组织吗？哎，南斯拉夫很聪明，我才不跟你们搅和这些事情呢，我单独做过我自己的日子，我不加入任何一边。所以他在冷战期间他没有加入任何一边，但是呢美国，对不起，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很习惯于做他们一贯做的事情。你们跟苏俄比较近，对不对？有这么多的民族共和国，对不对？美国就一直在煽动你们应该独立，你们追求你们自己的，对不对？追求自己的国家民主啊，为什么要在这种联邦人民共和国底下呢？美国就一直在那煽风点火，煽风点火。但是在那个时候，因为在冷战，华沙苏联力量也很大，所以大约还维持有点小骚动，大约还维持的就是一个统一的南斯拉夫这样子。那接着下来，在1974年的时候啊，南斯拉夫经过了一次修法，就是提升了自治区，也就是每一个共和国的他的个别的权利。原来好比说你不能够怎么样的，现在可以了，增加了，大家就觉得距离独立近了一点。我相信他们一直吵着要去修法，要增加自己的这个自治的个别的权利啊，也是美国在后面煽风点火，你们要独立。苏俄的态度，包含中国的态度，都是希望你们不要分裂，因为中国也有分裂的危机，所以基本上他在全世界是反对这个分裂独立的。苏联的态度也是一样，但是结果1990年苏联垮了，苏联一垮，华沙不就结束了吗？一结束了以后，美国就有恃无恐，就开始提供这些反对团体要求独立的这些各民族提供他们武器，然后就爆发了南斯拉夫的10年内战，整整打10年啊，从1991年开始一直在打，大家都要求独立啊，我就要打到独立为止啊。然后呢，这中间发生了一件事情，你就可以知道美国、中国
在南斯拉夫在争取各共和国争取独立的过程中间哦，大家的角色是什么？我相信我们一定应该记得的，像尤其像我这个年纪的，1999年科索沃战争的时候，北约啊轰炸南斯拉夫，因为南斯拉夫就是那个原来的那个共和国的那个首都，南斯拉夫首都那里，它是这个代表这个国家，那还有好多的共和国要求独立，那北约就派了去炸南斯拉夫的首都，结果美国的一架 B2 轰炸机，隐形轰炸机，哇，那个超级贵的轰炸机，发射了5枚导弹，打到哪里？记不记得？打到了中国驻南斯拉夫的大使馆。那美国说啊，对不起，是误击。可是很多资料显示不是误击。结果那个时候才1999年，这个大陆的武力没有这么强大，这个打了就摸摸鼻子。北京爆发了一场很大的一个抗议，这个美国的这个示威运动。那结果那一场误击造成3个人死亡，数十人轻重伤。当然你就可以知道，美在后面煽火叫大家要独立，中国基本上是在帮南斯拉夫政府，希望你能够维持统一，所以两边就一直打，打了很久。那这个战争一直打，打到了2008年啊，先是有跑出了一个塞尔维亚，就是南斯拉夫没了，结束，这个共和国这个名字都没了，现在他就成立了一个塞尔维亚，就是原来南斯拉夫首都那里为主的叫塞尔维亚一个国家。那2008年这整个南斯拉夫分裂成7个国家，这7个国家联合国都承认，然后还有一个国家联合国没有承认，但是有些国家承认，这个国家就叫做科索沃。科索沃呢，依据塞尔维亚的说法，是我的自治区，你不可以独立，好吧？所以科索沃跟塞尔维亚现在还有争执。那现在的这个图呢，就分成这个样子，大家请看一下，这就是巴尔干半岛。大家注意看，这里有一个国家、2个国家、3个国家、4个国家。5个国家、6个国家、7个国家，这7个国家之外，塞尔维亚认为科索沃是他的，这个打的是虚线。那可是科索沃说我独立了，那北约说他独立了，但是塞尔维亚一直说你没有独立，还是我的。所以他们现在还在打，还是充满了这个战争的危机。好，我刚刚说的这个叫巴尔干半岛，有8个民族嘛，对不对？现在成立了7+1个国家，这个一就是科索沃，那到底这个联合国还没有承认，只是他说他独立了。他原来只有整个这七个，这半个混乱的地方只有一个国家。那俄国跟中国支持统一，美国与北约支持，你不要说支持分裂，我告诉你，他支持他争取民主、自由、独立、建国。我请问你，谁对谁错？你能说美国错吗？你说美国这么坏啊，知道他们分裂啊？美国没有啊，我在鼓励他们民族自觉。你们为什么要都是不同的民族，讲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对不对？过不同的节日，你们为什么要在一起呢？你们要独立，你们要过自己的日子。美国就一直在做这个事，你能说他错吗？上次香港的那个反送中运动什么的，不是美国一样在背后在煽吗？只不过他没有把它煽起来而已。那是塞尔维亚那里，不是塞尔维亚，就是整个巴尔干半岛被他给点燃起来了。所以一直到现在，那里还是一个欧洲的火药库，还是存在着各种的战争的危险。讲到这里哦，我特别要感慨的就是，你知道，这世界上有些东西哦，你可能永远无法靠理性沟通，民族、文化。尤其这两个民族靠在一起的时候，你不可能有一道线划分开来，我们盖了一道墙，跟长城一样，这个墙里面是谁住，这个墙外面是谁，没有，他一定因为生活的婚姻娶嫁会犬牙交错，是不是都在一起？那我问你，这样弄完之后，当有一天这个人说，哎，这东西是我的不是你的时候，那你又说是我的不是你的时候怎么办？那就打了。除了此之外，这个犬牙交错这里面，好比说跑到这里，这个族群是一个弱势，
另外那个族群是个强势，这个强势都会被欺负的，不会吗？所以你别看乌东不就是这个样子吗？俄罗斯跟乌克兰就是因为乌东那里双方都有人，那那块又属于乌克兰的，结果乌克兰人一天到晚在欺负俄罗斯人，那普丁在那一天到晚听着看这个，那不是普通的欺负啊，那是战争啊，一天到晚打来打去打死人的。俄罗斯才普丁才说这么莫名其妙，他就要把这两个州叫他独立，他也没有说要拿回来，就是我要让这两州独立，不要再受你这个乌克兰这个欺负了。这就是一个你化解不了的，它一定存在。好比我举个例子哦，各位知不知道台湾有多少个原住民？九个。如果现在你每天哦跟这个原住民的这些族长啊几个大佬天天喝酒聊，天天煽动他，这一切都是你们的，你知不知道？这些地对不对？这个山头拉拉山全是你们的，阿美族的所有的这个什么什么水蜜桃都是你们的，这些以前都是你们的猎场啊，你为什么要把这地让他们外面进来呢？对不对？你们过的日子多快乐，每天只要喝些小米酒，多单纯，抓了一只野山猪烤一烤啊，可以整个族都很快乐。你们要不要独立？哎，一次两次三次天天讲，然后某一个族人在外面受到欺负回来再一讲，你知道 你那个叫做民族自觉的那种火苗哦，会被烧起来的，烧起来。那烧起来之后呢，我告诉你，美国人不但善于做这个事，接下来美国人会提供你武器，提供你枪，提供你弹，然后你就打起来了。这就是一个在全世界几乎有美国人的地方就可以看到，就是这些事情。那一样的是南斯拉夫，记好，南斯拉夫原来只有一个国家，如果他的中央政府的力量够大，维持这个国家强制的统一，我请问你会不会有过去十年二十年的战争？会有吗？现在不就是一样和平的吗？你这个东西有时候 你告诉他你要民族自觉啊，你要独立啊，你要民主啊，你要争取民主啊，你真的哎，他真的就被煽起来。可是你今天强制他说你不要，你就好好的过你的日子吧，哎，他其实他也就是过下去了。那这一次他们爆发的情形，就是因为选举完毕以后有一个市长上任，那那个市长上任，另外那一组就说啊，凭什么当我们市长，这样抗议，就这么小的一个事情就打起来了，示威游行镇压就可能引发这样爆战。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战争的因子。好，讲完了，这是巴尔干半岛，我觉得是值得我们去深深思考的。讲完了之后，接着我们讲中国，中国大陆，中国大陆与十四个国家接壤，旁边有十四个国家，每一个都可能爆发边界的这个冲突，你就知道那是一个很严苛的考验。然后呢，全世界有九个壳子俱乐部，就是有九个国家是国际认可的，它是拥有核武的，五个贴着跟中国大陆贴在一起，你看北韩、俄罗斯、中国、巴基斯坦、印度五个，其余还有四个，美国、英国还有以色列，还有哪一个国家，四个通通贴着中国这里。我每次想到这个，我都觉得想到那句话叫做天将降大任于斯国也，那真的是很苦的一个复杂的一个环境。然后中国的人口占全世界五分之一，接下来两个数字请大家仔细听好，中国境内有56个民族，有130多种语言。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去过新疆维吾尔族，我去过那里，我只有一个感觉，这怎么会是中国呢？那里人跟我们完全不一样，那就是白种人。那个女孩真的很漂亮，她吃的东西也跟我们完全不一样，馕啊，维吾尔族啊。然后宗教更复杂，我们光是啊，西藏密宗就有四大教派，那维吾尔族有三种伊斯兰教。我不要说别的，你光叫西藏这种这么信仰虔诚的民族，西藏的藏族啊，
四大交棒，你光去扇他们四个就可以打起来。所以在中国内部如果没有一个很强的中央政府，你去煽动他，告诉每一个民族自觉，这个中国要如何去治理呢？然后你也可以再去想一个，台湾多大，台湾那么小，人口那么单纯，可是台湾问题多不多？基本上台湾就是两种语言啊，你知道我不太会讲台语，为什么？因为我从小生在眷村，后来我读了军校，我岳家是本省人，可是所有人跟我讲话都在讲国语。我到小学四年级我才知道台湾还有一群人讲的话跟我不一样，因为那时候你住在眷村里面，没有报纸，没有电视，连广播都没有，我怎么知道还有一些人在讲台语啊？所以我这一辈子没有任何人，几乎没有人跟我讲台语，所以我不会讲台语。有一次我在基隆坐计程车，因为我不会讲台语，那个计程车司机叫我下去，讲个话很难听哦，意思就是我不在你了，那我就下去了。台湾就这么小，基本上就是两种语言就可以搞成这个样子。早期的时候我承认台湾是一个不太民主的社会，好比说蒋经国时代、蒋中正时代，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台湾进步最大的一段时间，进步长足进步，经济啊、起飞啊、建设啊，蒋经国。为什么？蒋经国一人独大，你不要说他是独裁者，他就是一个为台湾做事的一个掌有一切，我们叫一锤定音这么一个领导者，所以台湾能够做这么大的进步。现在台湾呢，从开始觉得我们应该要民主自觉，感觉我们台湾人要当家做主，一直到今天，台湾一直在内斗不休。在野党，尤其在民进党在野的时候，那政府说什么他们一定唱反调，所有这个他们认为的那就是一定是对的。所以台湾过去二十年基本上在原地踏步，完全没动。这就是，那如果一样的台湾的制度我们现在给它挪到大陆，你认为会有什么结果？一样的，我们这样像我们这样批评啊，这种民族自觉我们要怎么样，一模一样的挪到大陆，你能想象会成为什么样子吗？然后呢，大陆啊，其实是一个山川地势非常崎岖的地方。那我说过，国界基本上是按照山川地势、大河啊去区分的。那以前解放军啊，中国解放军有五大军区，现在是哦，对不起，七大军区，现在是五大战区。以前有五大，七大军区。七大军区它是如何区分的？完全按照山川地势，也就是说，如果山川地势可以去自然划分这个国家的疆界的话，中国大陆应该是七个国家，这是按照自然的。反而你看欧洲啊，欧洲几乎很平坦。我第一次到欧洲去旅游的时候，在他瑞士吧那里，我看那个导游跟我讲说，这是欧洲最大的瀑布。我在那里看啊，这就是欧洲最大的瀑布啊，那么小，我这个印象好深啊。那从这知道，你知道欧洲的地势有多么平坦，它唯一的一个就是这个什么什么勃朗峰什么的，有一道区大部分是平地。所以说，如果说是按照山川地势来区分国家的话，欧洲基本上应该是一个国家，因为它很容易越过那个边界，就这样过去。所以如果权力大了，它可以直接打，像那个当时法国那个谁，拿破仑不就是像打遍几乎打，他很容易打过去，因为那几乎都是平坦的。可是结果欧洲现在有五十个国家都是民主自觉啊，大家都希望。然后欧洲是全世界最动荡的地方，为什么？一战二战通通是欧洲打起来的。一战记不记得德国的一个，德国你看也在欧洲嘛，德国的皇储，什么叫皇储？就这个贵族了，他将来有一天要当德皇的，就他到哪里去访问，被塞尔维亚族的一个愤青19岁的暗杀了之后，德国就要求他们这个道歉，然后就打起来了。他不愿意道歉哦，又怎么样？这样一战爆发，二战什么原因爆发的？又是德国的希特勒
德国出了一个军事狂人。所以你们发现巴尔干半岛是欧洲的火药库，你知道地球的火药库在哪？在欧洲啊。那一直到今天啊，欧洲还是动荡不安。好比说最近的俄乌战争是谁？一样是在欧洲啊。科索沃好像打起来一样啊，叙利亚，你去看看所有有战争的打来打去的直升机攻来攻去的，全部在欧洲啊。为什么？他国家太多了，而且这些国家犬牙交错的，利益冲突你很难化解。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人交叉住在一起。那中国的面积是欧洲是多少倍？你知道？1.65倍，是1.65个欧洲啊。意思说，如果中国按照欧洲这样去区分的话，它应该分成70-80个国家。那中国真的区分成70-80个国家会怎么样？哦，可能战争永远都不会停息。那同样的，反过来去看，欧洲今天有50个国家，对不对？如果它只有一个国家嘞，它就一个国家，统一的，然后有一个很强而有力的中央政府，欧洲会不会一直保持这个没有战争的状况？那接着我们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今天呢，它总共经历过4次战争。这中华人民共和国它有一个强而有力的一党专政的一个大政府。它第一个战争是韩战，打了3年。其实韩战跟中国是没什么事的，只不过我们去帮助这个被朝鲜这个打了一场仗，因为它快被消灭了，这个小老弟。再来一个呢是中印的边界战争，那不大。再来是中苏的珍宝岛，也不大。但是我记得我在读官校的时候，中苏的珍宝岛那时候可能会爆发大战，包含那时候我们在军校都有讨论什么话题，你知道吗？如果苏俄，因为那时候中国的军力很弱啊，苏俄是很强大，如果中国打下来了，一路往南部打，我们要不要到大陆帮中华人民共和国打回去？那时候我在军校哦，大家就在讨论这样的话题哦，但是结果没有打起来，其他战争也不大。然后最后的一个战争是中越，1979年，中越也不是非常大的战争，当然也算战争，就是死了一些人，但它不是非常的危险的。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各位，中国大陆是欧洲 1.65倍大，它有56个民族，结果它整整45年没有任何战争，没有发生一次。所以这样子中国大陆的经济才能这样子起飞啊。如果中国不是中央集权，国家每天这个要独立那个要独立，你想想看中国会有安分的日子啊。所以正是因为中国走的是一党专政中央集权，国家统一的时间多，分裂的时间少，所以这才减少了，大大减少了他的战争。这就是这个邓小平说的。邓小平说了一句什么话呢？中国不可以行西方的民主政治，我们不可以实施那个样子民主政治哦，民主自觉，你要独立自主。如果我们实施西方的民主政治啊，中国惨过春秋战国。这是邓小平讲的一句话。我们在这里，我不晓得你听到这些话之后你有什么感觉，可是你了解了巴尔干半岛以及到中国现在的进步，你可以看到它的进步。中国过去20年，我退休已经20年了，我从退休第一年去中国大陆去参加那里的一个我太太的他们的那个图书馆的这个两岸的年会，然后在大陆大概20几天吧，看遍了那里。那个时候啊，大陆啊，20多年前啊，他们的薪水很少。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去那里买东西，我拿出一个1张100块的人民币。第一，平常你根本看不到，它都是那些脏兮兮的2块、1块，还有5毛的那个纸币，2块的、1块的、10块的、5块的，10块就算大了。我记得当时不管在哪里，我拿出100块付钱的时候啊，那个人呢，一定呢拿那个100块反复看，觉得是假的，然后接着看我头，一直看到脚，脚再看到头，他想说你怎么会有100块的？两个一对以后，他发觉可以，一定是很严肃的，他才会收下来再找你钱。
那是20年前，2000年我退伍的。接着大概在2006年的时候，2008年那个时候，因为我在大陆曾经工作，在上海工作过一段时间，跟着公司在全世界到处跑。那时候我就发现，在大陆吃饭，很多大陆人拿出来的是一碟100元，吃完就这样付。好比说这餐饭吃完1200，付1200，这是叫做5、6、7、8年以后吧。现在呢，现在你看不到钞票了，全部电子支付。你知道中国大陆进步了多少？一个政府好不好啊，有时候你很难去评断。好比说台湾自不自由，台湾民不民主，它好不好，那个东西啊，看你从什么角度去看，那真的讨论空间很大。可是如果拿一个东西做指标，我想就很明显，人民的收入。我退休20年，我的收入整整少了25%，整整过去20年啊，我的收入少了20%，所以终身俸嘛，对不起，除了被砍了25%，还有就是20年前我买东西的价格远远低于现在，每一样东西都差很多，我保守估计它涨了1倍。换言之，我现在的所有我拿到我的退休俸的能够去买消费的物质，是我刚退休的时候35%，这就是我在台湾过了20年的结果。你如果不是军人，不是终身俸的话，我请问你一下，你现在收入增加多少？我的小孩，我的太太，我的女儿都在就业，他们跟我们20年前刚就业的薪水差多少？为什么台湾最近20年我们的收入不是在原地踏步？这是我一直在讲的。过去20年我们的收入掉了20%，你知道过去20年中国大陆人民的收入平均最起码是10倍以上哦。从刚开始他们那时候的薪水，我刚去的时候那个大学教授才400-500块啊，因为我第一次去开的那个会通通是大学教授，两边的地方坐在一起，我说哎呦他妈好可怜哦，大学教授才这么一点点钱，400块500块，那是大概2000年。今天呢，今天他们那个大学教授说，我大概10年前吧，又有一次去大陆，也是参加这个图书馆，因为都是我太太在开会，我就顺便跟着去玩一下。结果我去的时候，那个因为我去的时间比较晚，他们已经在开会了。来接我的是一个年轻的一个图书馆的职员，啊，知道说啊，今天某一个开会的老师的先生来了，他们就开车去接。那一对年轻夫妇自己买的车子，自己的房子，也很年轻哦。那当然在我年龄很年轻了，可能在你眼里老了一点，大概是一个30岁、40岁一对年轻夫妇，自己的车，自己的房。那我再跟他聊一下，那我详细记不到了。他们的收入已经也很好了，而且他们的负担比我们少，尤其那个房子的负担没有我们这么严重。所以讲到这里，最后大家要想的是一个什么，你知道？有没有可能把台湾的这样民主的制度完全一样的移植到大陆？移植过去以后会有什么结果？我们要审慎去考这个问题，我不给答案，你自己仔细去想。第二个呢，我们经常批评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对不对？中国共产党治理的中国大陆的国家机器力量非常之大，非常强大。你没发觉这是他确保整个中国和平的叫做什么必要之恶吗？你不没有这个感觉吗？如果他真的变得很民主，跟台湾一样开放，让你们随便批评，那真的是不得了的。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以前认为台湾，我小时候认为台湾是非常民主自由的。然后那时候我出国到波士顿大学去读书，碰到了马丁路德金恩博士，那个马丁路德人权斗士，那个黑人被谋杀的他的死亡纪念日。我一直认为我们台湾非常民主自由，直到那天我才发觉我们不是很民主自由。因为为什么？我那天在电视上看到一个什么，你知道吗？一个黑人在波士顿的那个电台，他控诉他被警察欺负，他家人怎么样，警察怎么样怎么样，他在上面讲的声泪俱下。我整整看他讲了1个小时，我当时在想说，
哇，什么叫做民主？那真的是民主？你要这个样子吗？民主没有底线的。有时候我们真的，那你说到底要什么样子你才觉得满意呢？可能永远没有一个让你满意的时候。你要追你就追嘛。你想想看，如果在台湾让一个人在这深圳居家的控诉警察怎么样对他，而那个警察是好比说是外省人，我是本省人，我是个本省人农夫，哇哇哇在那讲，那是不得了的煽动嘛，知道吧？那我们今天很快节目就讲到这，第二个话题值得大家去深思，有空的时候去想一想。今天节目到此，谢谢大家。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 抽奖拿好康，小七咖啡很多人都有抽到，下一个幸运者可能就是你。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门票一张，位在基隆的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最棒的亲子一日游室内景点，快来试试手气哦！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 参加抽奖。新北水岸河滨自行车租借优惠券，平日租借只要50%，立刻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 参加抽奖，就有机会50%畅游新北水岸。宜兰苏澳丽桨冲浪体验优惠券，你有玩过丽桨吗？没有的话，今年夏天不妨赶快体验一下，快来抽9折券。旺币最高一次抽到300枚旺币，累积足额可以换快点购折价券。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 后，输入推荐代码，任选一个账号注册，填写完资料，来到中天复古乐园戳戳乐，上面5项大奖项等你抽，赶快来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 抽奖拿好康。